江江，今天我们来玩杰诺斯模组啊，一拳超人里面的这一次呢，他终于改的比较像样一点了。来，我们试试看，他有什么招式啊？这什么啊？火球术是吗？这太 OP 了吧，这个。我看看，哇，他连跑步都做得很像啊！哎呦，这什么招式啊？摔了，摔了，摔了，摔了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机器哦！哇哦，这个钢铁人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吧？哦，被丢超远了，这个，你看。啊，可以控制方向是不是？我看看，我要打那个大的。哦，等一下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等一下。哦，可以耶，可以控制方向，跟我的滑鼠的目标一致哦。我飞机让我打一下了。那我看看有什么招式。这个是，哦，哇！还蛮猛的呢，他是怎样？是人还活着吗？他是穿防火衣，对不对？欸、对耶，他没死哎。他穿防火衣会出现有那个血条，没有？人跑去，这样就不相信你不死啊？哦呦，哦，好远，超猛，超猛。哇！我看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功能？还有机器啊！哇！哦，它是不是可以飞啊？可以飞吧？哇！哇，帅哦！超帅的！看正面啊！哎呦，连降落都很帅！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呜！飞了，等一下，差点摔倒了。哎呦，去哪里？哎呦，哇，哎呦，有点卡住的感觉。边跑边飞，边跑边飞。哇，这个一定要跟钢铁人对打一下。不过我们今天是来测试它的功能的。哇！连降落都这么霸气，我看看是什么功能啊？哇，它好炫哦，超炫的啦！打飞机有没有办法？太远了是不是？哇，还可以飞起来，是什么？被车撞弹起来哦！来，这一定要打一下飞机的，这么远，对不对？这么远也可以吧？哎，飞机。飞机不见是不是？追丢了啦！哎呀，刚才还在说，哇，哈哈，边飞也可以用这个招式哦。我看到飞机了，在上面。我先打直升机，这个比较近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哇哇，飞机太远了啦，我们挑近一点的好不好？来，就这里。还有什么功能？哦，激光枪全是不是啊？哦，他没办法用正面的。哦，酷！怎样？我挑人多的地方。哦，那我去军事基地一下好了。Go！这我觉得直接传送过去比较快一点。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哇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么可爱！哇，拿枪射我啦！什么鬼啊？
快他好不好？打爆他们，一个都别留。哎，来给我站起来！连坦克车都不是对手啊，还活着？疯了啊！你看，啊，这个就弱掉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弱掉了，我要近距离打他，少啦！缓缓的扣血啊，对吧？他是不是有防火功能啊？所以有什么功能？是什么？什么？是飞弹是不是啊？哇！是什么啦？我还可以这样子哦、喔！哦、拳头飞回来了是不是？哇！这个拳头飞好远哦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可以防御啊，防御飞弹啊！我太多了，我先飞走，先飞走。呜，没有办法打他，超远的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嘿嘿，还有功能啊。普通的 rocket 是不是？哦，这个就没有那个视角了，对不对？直接打出去了，然后飞回来这样。就感觉打坦克车不是很好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自爆功能呢。自爆功能，我等一下试试看自爆功能。我先玩刚才那个很炫的。完全没有扣到血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是人不见了啦，在他还在，哇，在招啊，是什么招式？招式啊，这个，哇，飞机啊，是滑垒吧，这个。飞机呀，飞机呀！每次的招式都不一样。哇，这个帅！好了好了，来试看制造功能是什么？先找人多的地方啊！哪里人多啊？看起来都一样少，好不好？来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来，制造模式。砰！他就这样死掉了、啊。可怜的 Michael。好，我们打这个洛森都市民呢，真的是太 OP 了。我们试试看打这个。别按到啊！我又按到自爆模式了。哇！我先把它换掉，等下按到自爆模式了。好，我先跟这个对打一下，应该是随机角色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谁？哎呦，自己呀、啊！而且打一下就挂。好，我先把它关掉，它太强了，太强了啦，太强，我只能欺负它一下。它血几乎是满的，没少过。啊！哇，这血够老少、哦，还活着。
烧光它。好啦，各位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哎、欸，他跑过来了，干嘛啦你？旁边躺好。哇，血够厚的。他剩一滴血。好啦，这个模组呢，不是免费的 ，OK。那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江江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又来干嘛啦？好啦，这只应该死透了吧。